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翟潇文，每天打开 OWAT 和欧妹一起支持我的作品，关注我的活动吧。在你微笑时很美的角色叫简阳，是一个电竞队的队长，会有差别吧？对，就是性格啊等等上面会有一些差别。那你自己在日常中会游戏高手？还其实还真不是，对，就是一般，打游戏水平一般偏上吧。演技打5分，颜值8分，游戏水平4分，好看、好听、好闻。闻是什么意思？好闻就是真香，可以接受。之前有说过嘛，就是泥塑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心里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和判断，就是你可以满足你想做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心里边明白，就是你可能泥塑的那个对象他确实是一个男生，他本身的性别要有一个尊重吧。对，一只猪和一只老虎在山洞里过夜，第二天老虎竟然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再来一遍。一只猪和一只老虎在山洞里过夜，然后第二天老虎死了。猪死了。哦，老还有猪是吧？对。哦，猪。猪虎虎。猪没死，老虎死了。怎么死？自然死亡还是什么？所以你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的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。因为这是一个套路的问题。套路的问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猪也不知道是吧？我说我不。隐形的剑叫什么剑？小明有个隐形的剑，隐形剑啊，差不多。这个还要看一遍。哈哈哈哈哈！别人好，下一个最后。哇哦！两个人掉进水里，一个叫志明，另一个人叫什么？志明啊，一个叫两个人掉水里了，然后一个叫志明。另外一个叫救命。谢谢大家。一个耳机来干扰你，里面放个魔教音乐，然后我们会同时提问，好，在5秒钟回答出我的问题。好，这没什么难度。不然或者说你唱出了那个音乐，或者跟着电影音乐做出了舞蹈动作算数。舞蹈动作是不会有的，不可能有的。输了的话会有惩罚的，就是要给自己贴一张口罩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生龙活虎，然后那个貌美如花，秀色可餐。差不多就是这个级别。好，那就算你过吧。谢谢。三部自己演过的戏。你微笑时很美，世界微尘李倩的爸妈。三位最想合作的男演员是？三个最想合作的男演员，翟潇文。这不行吗？对，都很想合作，这怎么办？好，你再来一遍。那你现在说三个不同的男演员。不同男演员，何洛洛、张让、任豪。三个粉丝最常喊你的昵称是什么？三个粉丝最常喊你的昵称是？帅哥、大帅哥、大大帅哥。禁止套娃，下面有一个问题。好，第七个是现在最想获得的三样东西是什么？最想获得三样东西，最想获得三样东西，手机、桌子、凳子。你这题没有过啊？为什么没过？我是很啊，是吗？神奇公司、创造营，是啊，2019、2020，对吧？算吧，可以吧？中间因为有一道题没有答出来，所以我们要最后怎么可能？那个我绝对回答上来了，手机、椅子、凳子。但是时间差不多了。好吧。记一下你的票价。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这很难啊，给自己批丑状很难，怎么批都丑不了，就直接批是吧？对。好。哎呀妈，太丑了，再来一遍。
轻松，很难哎。来。那地方。